輔導呢，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幫助人處理情緒和不被人影響。這兩個呢可以說是我們輔導這麼久以來最多最多人受影響的地方。很多人呢都是不開心啊，情緒問題啊，一方面呢是因為個社會風氣啦，很多人呢也都是跟外界封閉，因為他經常用傳媒啊，用那些 WhatsApp 啊、Instagram 啊之類，它變成了個人的溝通是 不強的，個人的建立不強。甚至基督徒中間呢都有頗多人是有情緒問題的，還有人際的問題都是一個頗真實的事情。其實耶穌是有足夠能力幫我們勝過，不過只是人不能夠應用到聖經的真理，即是說呢耶穌是可以賜給我們平安喜樂的，但是很多人就不能夠應用到。那都有好幾個人呢找我們呢有情緒問題，很明顯的一祈願到哇即刻他說輕鬆了，即甚至有人回應，我在網上都有這個影片的，他說我即刻呢就不用即那些憂鬱即刻走了，有這麼即這麼明顯的改變。咁亦都咧，即係有啲話俾我聽，佢之後好大嘅改變啦。咁我記得喺呢個教會有個人咧，佢個改變係非常大嘅。佢係點樣咧？佢細個咧，俾佢阿媽咧用滾水淥佢啊，係殘忍對待。但係咧，佢自從佢翻教會之後咧，佢係好多好多釋放。咁然後後來咧係。是整個人喜樂曬的，咁呢個真係一個真實的事情。咁我哋呢個課程係希望幫大家唔單止你處理，係幫人處理啊。咁好多時咧，人就認為咁嘅，需要釋放咧，就猛咁同佢趕邪靈。咁我就覺得係咁嘅，邪靈係需要趕嘅，但係最緊要係同神嘅關係，因為同神關係好咧，邪靈都會自己會走嘅。我自己係有頗多經驗喺呢方面，咁我試過咧。我去宣教，我为一个人祈祷，只是说想祈祷而已，帮助他经历，即是经历圣灵，享受神的爱，多谢天父，赞美天父，这样祈祷。那在祈祷过程呢，他就开始有邪灵彰显，是不是 OK 啊？有邪灵彰显呢，那就有个人问我，你是不是跟他讲邪灵？其实我有讲过，不过我大部分都不是讲邪灵，我就享受神，多謝天父，耶穌真好啦，輕鬆，即係耶穌真係好愛我哋。佢啲邪靈已經一路走出嚟，就發覺咧，原來我哋親近神同埋處理生命咧，邪靈係會走嘅。但我都會同佢趕嘅，但我唔會持續不斷去趕，因為咧，佢同神關係好咧，自然邪靈會走嘅。咁所以呢個都係聖經嘅觀念，就係咧，當我哋親近神嘅時候咧，神一定會做工嘅。咁所以咧，我哋學習同神建立關係，第一。第二呢就是处理生命，处理情绪。那我在这里呢，我都总括回轻松得胜那本书。那这本书呢，我是送给任何教牧啊，后面一位教牧我不记得了，你呢是有没有这本书啦。那呢是我们送给你或者你懂得的教牧的，就每一个都送的。那不过呢就想你写低资料，即是哪个收到的，还有如果你写低电话，我们可以传继续，我有新的资料可以传，因为我内中都会写一些东西会传出去的。那这个呢就是轻松得胜这本书里面讲到怎样处理生命的七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什么呢？深信神是充满爱和能力，他很想祝福我们的，神是很爱我们，他看重我们，不是计我们有多好，是他真的本质就是爱我们，这个第一，他很想祝福我们。第二，神会爱和看重我们，一定会祝福爱他的人。圣经没有讲到任何人信耶稣就一定全面性得祝福的，因为在圣经都有经文讲到，譬如说老底家教会他们信耶稣的嘛，是吧？但他们不冷不热的时候，耶稣就说我想从我口中将你吐出去，即是说基督徒如果信耶稣但是他没有跟从耶稣，没有爱耶稣的时候，他是未必得到神全面性的祝福。很明显的，如果他成日闹交，他的家庭怎会和好呢？他就算耶稣，他家庭未必和好的。他如果他自己很自卑，他也都不会发挥生命。他跟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也都他自然家庭人际都有很多问题的。所以呢，圣经是讲到神是爱他的人，所以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
爱佢嘅人，天离地何等嘅高，佢嘅慈爱向敬畏佢嘅人亦都何等嘅大。先求佢嘅国同佢嘅义，呢一切加俾我哋嘅，就话听神嘅话、爱神嘅人咧，神就祝福佢嘅。第三啦，就系咧应许祝福，凡系信靠、亲近、遵从、侍奉嘅人，神都一定祝福，同埋想提升佢哋嘅。第四咧，人唔能够破坏神嘅计划。嗱，呢一点好多人都好受影响，就系话有人咧激佢啊、闹佢啊，讲破坏性嘅说话，或者讲闲话，或者讲啲假嘅说话毁谤佢，依然其实佢破坏唔到神嘅计划嘅。咁呢一点就系我哋需要学习。唔紧要嘅，人闹我，我唔死得嘅，我唔介意就得噶啦，我唔使放喺心上。就算佢讲说话攻击我，系向其他人，我嘅生命会显出佢哋讲嘅系假嘅。有啲情况我哋需要解释，有啲情况我哋唔需要解释。有时冇办法解释嘅，我哋都唔需要介意嘅。即系话，对于我听话，听神嘅话，神一定祝福嘅。所以我哋唔需要介意恶人啦。第五点咧，就算我哋有困难啦，讲到环境咯，有困难，几困难嘅环境都好，只要我信靠神，神一定会帮我哋冲破呢个环境，佢会供应我哋嘅需要，我哋唔需要担心。第五啦。我哋嘅思想影响我哋嘅情绪，即系啦。其实点解有啲人咁唔开心咧？佢就觉得啲人真系唔好啦，啲人对我唔好啊，我好惨啊。当佢有呢啲思想咧，佢个情绪就会唔好嘅。其实我都试过好困难嘅，我试过经济好困难嘅，我试过俾人哋控诉嘅。但系咧，我坚持神一定帮我，神一定帮我。咁我都会有唔开心嘅，但系我选择靠耶稣处理。我不去介意他的、他所讲的说话，我深信神一定帮我。由我初信，我有一样东西很深信，就是神应承他一定做。那我发觉呢，我一路捉实这个应许，神一路祝福的。那譬如神应许亲近他的，他就常在我里面，我就多结果子。我真的亲近他，是每次都得到神的平安喜乐。就算我初信主，我都是发觉是这样的。尤其经历圣灵充满之后，更加经历到神的同在，就是他的应承嘅嘢一定会做，咁所以我哋嘅思想，我信神一定会照佢应许做嘢，我就会放心啦。咁然后第七咧，就系我哋可以选择靠主喜乐嘅。我选择咗一个开心快活人，我选择咗一个平安嘅人，有动力嘅人，发挥生命嘅人啦。呢个咧系轻松得胜里面一啲嘅重点吓。好啦，咁咧就呢个咧，我亦都再简单总括呢个辅导嘅过程。第一就系建立同佢关系啦。第二，聆听，聆听的时候尽量听到他的他发生的事，他的不开心，他有什么影响，他有什么看法，尽量去聆听，就尽量在那个时候不去批判。而第三就是引导他表达，就是去问他你觉得怎样 我听到你说你不开心，你说多一点给我听。这样第四，初层次和高层次的同理心。初层次就是说他说他不开心，我就讲出我听到你不开心，听到他很激气，我们说我听到你不激好激气，表达出我们感受到他讲出来 的不开心。高层次同理心就是说个背后，譬如他说我觉得呢人对我不好，他可能背后呢对自己很失望，那我们就会问他，你是不是对自己很失望，对于人很失望，觉得很难跟人相处觉得呢一种失败感咁我哋可以了解同埋感受回应佢个深层嘅嗰个感受啊。咁第五咧就支持佢啦，神会帮你嘅，神会一定会有出路嘅。咁第六咧就系个人分享，就系分享我哋曾经类似嘅经历，或者某人有呢个经历，然后佢得帮助。第七咧俾佢盼望，知道神会帮佢嘅。第八咧。就引导这个受造者有动力去处理他的问题了。第九就是引导他呢去分析那个情况和背后的问题。然后第十呢就是对质，对质不一定要做的。有时他说一样，但是他好像另一样，譬如他说那些人我都不理他的，但是他很猛整。咁到底你係唔理佢定好猛整呢？有冇受影响呢？咁呢个就係问下佢啦，了解係边一样嘢啦。咁呢就由探讨个处理个方法。第十一就係立约，点样可以点样做啊，点样去解决啊，点样处理啊。第十三就
計劃下一次怎樣評估了。第十四，轉介給別人或者終止輔導，即有時經過一段時間可以終止輔導的。好，那我們今次主要就講到處理情緒，那這裡有一些要點講到處理情緒的，都是輕鬆得勝裡面有的。啊，如果你是平信徒，你想有的，你可以跟我太太講這本書的。咁呢本書我完全冇收益嘅，全部啲錢咧係入落去復興宣教事工，亦都係復興宣教事工用錢嚟印出嚟嘅。好啦，第一接納佢嘅情緒，以同理心回應佢嘅感受。情緒咧係人自然嘅反應。咁我想解釋少少咧，情緒有分類別嘅。第一種咧就係有效嘅情緒反應。咩叫有效咧？譬如有隻老虎追你，或者賊佬追你。你就會好驚，即刻會跑，呢個係有效嘅情緒啊嘅回應啦。點解咧？驚，然後你會走啊嘛，就令到你有行動，呢個係有效。好啦，有啲無效嘅，點樣無效呢？唉，都係我衰啦，走入個老虎籠嗰度咁啊，即係譬如老虎追你，你仲喺度，哎呀，唉，都係我衰啦，點解走入老虎籠嗰度咧？咁啊，自怨自艾啦，或者咧嗱，譬如。有人傷害我哋，咁啊個自然反應就係呢個有效嘅情緒就咩咧？佢傷害我，我會受傷。於是我諗方法點樣處理傷害，呢個就係有效嘅情緒，令到我哋有行動。呢個咧有正確嘅行動，呢個就係有效嘅情緒。但有啲咧係無效嘅，就譬如話人哋傷害我哋，咁我哋就諗啦，啊！我真係憎死佢啊！嗱，呢個係無效嘅，即係呢個無效嘅，唔會幫助嘅。我憎佢，我憎到佢死，我希望佢咧有啲咩事發生。嗱，呢個係無效嘅。咁另外你有啲係過敏嘅反應，就係自己咧，自己過敏，即係話，唉，都係我都係冇用啦，都係成日都抵俾人鬧噶啦。咁啊，呢啲係啲無效嘅反應。嗱，好多人咧係會有呢啲反應嘅喎。有效嘅情緒反應係幫助我哋回應翻我哋發生過嘅事。等我哋能夠重新再建立起嚟，即係譬如話俾人哋誣告咁樣啦，咁啊覺得被冤枉啦，覺得委屈啦，咁於是我就會想方法點樣處理呢個事，咁呢個就係有效嘅情緒反應。無效嘅就係咧俾人哋誣告，咁咧就會去憎恨呢個人啦，或者係去。憎恨自己啦，都是我衰啦，或者是自怨自艾啦，呢啲系无效嘅，即系破坏性嘅，或者佢敏感啊，即系好敏感人哋做任何嘢。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接纳人有情绪系正常反应。嗱，其实人人都有情绪嘅，人都有情绪，唔系有情绪唔系错，个问题就系你系咪永久喺个情绪之下？譬如话俾人伤害会觉得受伤。我知道我会处理啊，呢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咁我嗰阵时都读过软木课程，有一次好明显，有一个同学，我哋喺分组嗰阵时，佢就讲粗口。个老师后来个别同我哋倾偈嘅时候，就问我哋啦。佢讲粗口嘅时候，你咩感觉？因为我哋受过训练，感觉唔系话佢错定啱，错定啱系 thinking， 我谂法，系我嘅情，我个感觉系乜嘢？咁我当时我就讲我话，我感觉系我有。发嬲，我谂我当时系有发嬲，咁个老师即刻起身，好冲动。这个老师系好，佢系黑人嚟噶，好激噶，即刻同我握手恭喜我，因为佢话有一个中国嘅牧师好少会承认自己有情绪嘅，啊，即系有啲情绪表露出嚟，同埋咧个男性都系好难表露嘅。咁呢样嘢咧，嗱唔代表我以后都嬲，而系我知道我会处理。譬如后来有时我嗰阵时去探病人，啊，我喺做软木为咗支持我嘅事工啦。我探病人有时真系好闷嘅，我留意到我闷，咁神就提我啦。有一日我都要为到我好闷咧交账嘅，我要向神交账。神问你，你次次探人都咁闷嘅，你都冇尽心去做你好做你应该做嘅事。咁我就话好啦，我知觉我闷，于是我就去处理啦。我尽量。去用个正面去想法，我令到这个人开心一点，我用一个兴奋的声音回应他任何的反应，投入一点去做，这样我就能够，即欣赏我所做的事，那我的，那个情绪就会改变，即是
知覺情緒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咁而好多人咧，知覺情緒咧就唔係嘅，就進入無效嘅情緒啦。唉，我真係慘啦！唉，我真係冇用啦！我一世都係唔開心噶啦，我都係冇機會噶啦。咁嗱，呢啲咧就係無效嘅情緒反應，係冇幫助嘅。咁大家諗下，你啲情緒反應係幫你面對嗰樣嘢，抑或幫你係越嚟越慘嘅？咁所以咧，我哋了解佢啦。咁咧就睇個來源係乜嘢啦。是不是如果是来自以往的伤害呢就为他做悟性和灵性的心灵医治。什么叫悟性的心灵医治呢就是说其实呢情绪是一种我们的反应目的是帮我们处理问题就不是叫我们一世都不开心。有些人呢他是一种无效的情绪和过敏的情绪他一世都不开心的永远都很惨的。其实如果讲起来呢我自己都很多很惨的经历但我选择不被他影响。这个就是我的选择但有些人就不是的他是不自觉地不断在个负面的情绪里面那我们做悟性 的心灵医治就是说呢其实这些伤害是不是真的那个人已经走了啦 他骂你伤害你是不是以后都跟着你呢其实都没有、其实他都没有继续骂你、那是不是需要继续受影响呢你一直继续是不是你喜欢一世都这么不开心呢咁咧就喺悟性方面帮佢处理啦。嗱，耶稣又咁爱你，你可以平安轻松嘅。咁呢个就系悟性嗰方面嘅。灵性嘅心灵医治系咩咧？就喺亲近神啦，喺享受神之中，个心就平安轻松。咁咧啲重担就释放，或者咧甚至有喜乐。呢个咧就系灵性嘅医治啦。咁我哋两样都需要嘅，即系话调教佢嘅思想就系呢个辅导啦。然后咧就系呢个祈祷的时候尤其经历圣灵。经历圣灵我试过有一个很强烈的情况是什么呢有一个人以前我因为我在外国的时候侍奉其中一样做我又做补习教英文教弹琴教唱歌教打鼓乜都有教。那时候有一个人来学弹琴他是丈夫死了他很忧伤。那我跟他讲到耶稣的爱啊，同佢祈祷，佢居然是第一次祈祷有喜乐涌出嚟，呢、这个我好少见嘅，即系通常都需要时间，但系佢第一次祈祷即刻有喜乐，咁呢个咧就系灵性嘅医治啦。咁神真系可以带俾我哋，咁亦都我哋自己咧个思想改变都可以帮我哋有呢个灵性嘅医治噶。譬如话啊，天堂咁好，我可以开心笑啊，哈哈哈。我有屋住，有饭食，想想有些人很惨，连屋都没有，饭都没有，我有得吃，多谢主，哈利路亚，多谢耶稣，我想到天堂这么好，我就选择开心，这里就是那个悟性和灵性的医治一起带来了，然后引导他相信可以逐步学习处理情绪，不可能一下子的，不要紧，你开始不想那些问题，或者将个想法改变，什么叫不想问题呢那个人衰是不是成日日都要想他呢不需要的不用成日想他的不用成日想那个人虾我日日想都没用的我选择想些好的东西这个就是思想上的选择那我又开心了我赞美神又开心了我连率那个人其实那个人伤害人因为 他是很容易伤、受伤害的所以他又会伤害我所以我就不需要介意那的时候呢我进步了就算进步 1% 1% 我们都可以赞自己我今天开心了一点我今天平静了一点我们可以鼓励人很重要在辅导过程这个我们训练大家去辅导很重要用正面不要说你要而是说耶稣想你开心一点你依靠耶稣靠耶稣喜乐神就喜欢神就祝福你这个用恩典推动什么叫律法推动呢律法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做得不够好批判这些就是律法恩典是神有很大的礼物准备给你的神呢不爱惜他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也都将万物跟他一起白白赐给我们所以呢神很多好东西赐给你的那你想到这么多好东西就可以开心一点咯这样你开心神又喜欢你今天你想想神有没有帮过你有啊想想那些东西多好呢那你多谢耶稣这样呢
改變咗少少，你就欣賞下自己啦。呢個係一個幫助處理情緒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因為好多人咧成日諗翻我自己做錯乜，咁佢成日都係唔開心嘅。好啦，引導佢有動力去處理情緒啦。你想以後都係咁慘啊？你想開心啲啊？你睇到有啲基督徒咁快開心，你想唔想學習開心啲啊？佢想，你想唔想做翻一個開心嘅人啊？咁佢想嘅時候咧，我哋就話嗱，你開始處理就進步噶啦。咁咧第五咧，引導佢想像啦，想像一下如果佢能夠處理情緒，佢生活會係點樣咧？佢想唔想去處理咧？嗱，譬如話有人激嬲你啦，激嬲你令到你唔開心啦，咁你覺得？你想象有些人激你，但你不要緊，冇所謂，我不死得的，我不用介意的。那你可不可以想象你決意我不受人影響，你的人呢會開心了？你可不可以想象這個情景呢？你可不可以想象有些人他做不到，有些好吃的東西，那就主要真的好吃了，東西可不可以享受呢？有些人不懂得享受，所以他情緒常都是負面的。你可不可以想象自己見到啲人對你好，咁我就感謝神啦。有基督徒對我好，我屋企人對我好，感謝主。即係想像，想像嘅時候咧，佢想像到佢可以開始去做啦。咁由第六啦，拆解佢情緒嘅問題嘅來源，係咪一定要繼續被情緒影響咧？嗱，嗰人鬧你，嗰人傷害你，曾經做過啦。咁係咪我哋繼續日日都唔開心，係咪有幫助咧？到底能否處理到呢？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呢？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呢？其實很多情緒化的人都懂得說，他說不要理他，是的，他說對了對了，你怎麼不要理他呢？他不能夠拿走你的東西，他因為呢，譬如有些人上班，他說有個同事對我不好，同事對我不好代表不代表老闆炒你的嘛，而且神會保守你的嘛，神會祝福你，不代表他對我不好，跟住我就會被人炒魷魚，神會給回我的，所以我不用介意的。好，那你就又問他了，你曾經嘗試用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情緒，有沒有效呢？你想更有效地處理，譬如他說我試過去唱詩歌開心了，那就繼續做吧。我試過想想這個人，其實這個人經常傷害人，我試過想過他經常傷害人，我不用這麼介意了，又得的喎，又試過諗過其他方法，其實佢都係一個受傷害嘅人，所以我唔使受佢傷害。咁呢啲方法得喎，咁你咪繼續做咯。第八啦，了解佢有冇親近神得到平安喜樂，點樣從親近神得到平安喜樂？因為有啲人咧，佢唔知同埋做唔到嘅，佢唔知道原來祈禱可以平安喜樂嘅，因為佢點樣祈禱咧？神啊，我好慘啊，快啲幫我啦！我好慘啊，快啲嚟啦！咁佢咁祈禱係得唔到幫助，因為佢太過注目喺負面嘅嘢啊，或者佢成日就數啊，神啊，阿仔又對我唔好，阿邊個對我唔好，我真係好苦啊咁樣，咁嘅時候咧，佢係好難得幫助嘅。反而咧讚美神，耶穌幫緊我，多謝天父，哈利路亞！唱下啲輕鬆嘅詩歌，數算下神嘅恩典，係會更加開心嘅。咁佢有冇學到呢樣嘢？咁幫佢點樣學到？第九啦。怎樣能夠對引致他情緒問題的人或者事情放手，怎樣可以清理垃圾，怎樣可以他們傷害過我們，我們怎樣放手呢？基本上其實那個人都沒有繼續騷擾，但有些人說他繼續騷擾我，他是我丈夫我太太，他天天騷擾我。好了，有時有些人一起相處，如果他是一個傷害的人都挺難的，是很慘的，但是他既然是这样的人，我需不需要日日去，他一讲句说话我即刻受影响，他虽然讲不好的说话，我就明白其实他好像一个小孩子，但你不要告诉他你好像小孩子，他是不成熟，我知道他是不成熟，即我简单讲，用个极端的例子，你家如果有一个痴线佬，即他因为有精神病，他经常都会乱讲话的，那他乱讲话会不会很介意呢？我们不会的，因为我知道他有问题嘛。咁呢個人咧就唔係黐線，不過佢係有罪嗱，呢一種另一種問題，佢有罪，所以佢日日只係識鬧人嘅啫。咁我就唔介意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清理垃圾嘅方法，就係唔需要受佢影響。咁嗱呢樣嘢咧又易做又難做啊？點解易做呢？只要你個心唔專注喺佢身上，你諗神，我幾多福氣就易噶啦。但係點解難呢？因為我哋覺得好唔抵啊！真係好委屈啊！佢咁樣對我好唔啱啊！
嗱，呢樣嘢係冇得講嘅。呢個世界就係唔抵就唔啱嘅，係只有神俾翻我哋好嘢。呢個世界好多人都係傷害人嘅人，佢哋唔知道亦都控制唔到嘅。呢個係一個可惜嘅現象。咁所以咧，我哋就學習放手啦，清理垃圾。第十啦，欣賞自己少少嘅進步，的咁多進步都欣賞自己啦。啊，進步咗少少，感謝神。又第十一，點樣能夠實際處理人同事嘅問題，同接受有啲人唔會改變，就唔因佢哋煩惱啦。初頭就處理內心，第二處理事啦，同埋嗰個人啦。佢日日都係咁，咁我點樣？係咪日日都同佢拗頸咧？有時有些人不需要跟他拗，因為 他不能夠明白道理的，你跟他猛咁講都是沒有用的。這樣的時候你只是哦這樣那就算了，即你都沒得談的。有些人我們需要接受，有些人是這樣的，那我們就不要去跟他拗撬。有些問題也都是永遠都不會改變，這個世界上有些是永遠不改變，我就接受那些不能改變，那些改變可以的我就逐步改變，柔和地改變。OK， 好，那咁咧，我哋就我睇時間咧已經夠咗，我就留翻 下次先講啊，被人影響嗰度嚇，唔好俾人影響，因為我覺得已經有一個好大嘅題目。